并近日开直播坦言三月份的 solo 活动让自己学到了很多东西，能感受到事实上自己还有非常不充分的地方，所以也思考了很多。 Jimmy 与大保留的说道，当时感到很尴尬，这不仅仅是紧张或是舞台设备的问题，也许就只是因为自己还有所欠缺的关系。想问为什么到现在都做不好，以及未来还能做什么呢？不能沮丧，也不能停滞，所以必须从头再试一次。 Jimmy 表示想回来改变一下，这样就可以自信的再次向大家展示我的努力。这番话让网友们认为 Jimmy 是在讲述 solo 活动时发生安可舞台走音争议，他诚恳直面失误的态度让网友粉丝们表示有反省给推，期待更好的 Jimmy。깨고깨려고정도연습을처음부터다시하면서